大家好，我是 Stanley Packaging 的 Dory， 又跟大家见面啦。那我介绍一个 product 给你们，就是我们的 vacuum machine 跟 vacuum bag， 就是真空的机器。在我手上这个是 vacuum bag， 这个通常是用在像干的材料，它不耐潮湿的，我要保持它的干性，或者是像冷冻的肉啊、鱼啊、海鲜啊，这些是要保留它的鲜味，所以会需要到这个 vacuum machine， 或者我们叫 vacuum sealer 跟 vacuum bag。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 demo 给你们看怎么样用这一个的 vacuum machine。哒哒，我们也成功的做好我们的 demo， 就是这是 for 干的，代表就是mushroom dry mushroom， 和这个是 squid 冷冻的 frozen 的代表，那就成功了。那希望这个也可以让大家多一点的知识跟了解，在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 pebble 很多的那个小步骤，来让我们在生活上可以享用更棒的美食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喜欢，可以 share 给你身边的朋友。如果你觉得很有用处的话，还有有更多的问题，你可以message 我们 PM 我们下面。谢谢大家，拜。